管他们，把他们当朋友。没办法绕过，只好冲过去。一定是这边。有更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耐心有限，报仇！报仇！啊，请看。
有更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一定是这边。让你的精华和洛克霍拉一起冻结。一定是这边。选择当要求魂能是傲慢行径的证明，连命攻击。
我的耐心有限。报仇！报仇！魔晶够大加分。那样对吗？我的耐心有限。做选择。你打败我了。只靠力量算不上真正的强大。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走快点。我的耐心有限。我这里有你梦寐以求的宝贝。
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穿过去。我这里有你梦寐以求的宝贝。那条凶魂能是破坏修帝的精灵？用脑袋攻击啊！点名攻击。圣王碰触的一切，我们直接亲地重心看。重点，我闻到灵魂的味道。用脑袋攻击啊！表演结束。表演结束。他就有名字啊。我闻到灵魂的味道。那样对吗？鼻子都知道。
那样对吗？多么美丽的光！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快点，受一万年的仇恨吧。我的耐心有限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那样对吗？没办法绕过，只好冲过去。
样对吗？参观校园的吗？啊！那条凶魂，拢是打败小弟的证明。连命狂击！来点大破坏吧！一起打！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鼻子都知道，鼻子都知道。惧怕我的战刃吧！渴望复仇，贝兰，一定有人向呢度。
一定有人向呢度嚟。我们直接敲打住重点。应该也不叫我嘞。达标凶魂，侬是怕卖兄弟的救命！表演结束。人家俩不听话嘞，没办法绕过。只好冲过去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战刃吧，完工了。都知道，我暂时认输。